其实这个车在去年六月，中国市场就先上市了。大家不要先听到中国市场就好像先拒绝它、哦，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产品也非常符合台湾市场一个设定。怎么说呢？这台 ES 三十，第一个它是 Volvo 史上最小尺码的车款，第二个也是史上最快的车款。